赵科长，这一夜可好啊？还行。上面的处理决定下来了，看看吧。哎，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好奇？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的就是你们的事儿了。赵维兰，我有时候真的特别佩服你。 处理决定。赵维兰任职奉天远洋贸易公司电信组组长期间，借职务之便利，私通共党，置党国纪律于不顾，危害国家安全。这些莫须有的罪行不重要。说结果吧。现判处死刑，接到命令后现一小时内执行。 监督人郑天宇，遗憾呐，赵科长，纵然我不愿意见到这样的结果，可是我也得执行上峰的命令。昨夜郑某可是奔波了一宿，口灿莲花都没有让上峰回心转意，郑某尽力了，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最后有什么话？ 说吧，我帮你带出去。お嬢さん、忘れ物ですよ。先日、お嬢さんはわざわざ渡してくれて、どうやら。 お嫁道具らしいんですよね。忘れましたか？<笑>まあ、もうそろそろ家族になる。家族だから。運命共同体。本日、お返しします。これから、大事に保管にしてください。 家族なら、お互いにはっきり分からなくてもいいですね。はい。<笑>みんな、静かにしてくれ。 靖国神社に行けなかったんだ。神様、感謝いたします。<笑>また。 表彰しなくていけないんですよね。先日俺を追って頼んだ時に小林しか俺の命令に従わなかったんだよ。皆さん、我が大日本帝国の侍の小林君に乾杯しろ。 乾杯！ちょっとあちらに。まあまあ、飲め飲め、食べろ。ほら、食べろ食べろ。邓先生，上峰的决定。 我怎么不知道？郑天民。
我是这儿的总负责人，你就想这样悄无声息地把赵维兰弄死吗？就算你不把我放在眼里，难道王老板你也不放在眼里吗？童先生，你误会了。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又何尝不难受？我也没有办法，我是接到上峰的命令，而且还得到一个指令是，此事与王老板无关，所以他的意见不必理会。是吗？郑天明，这里谁最大？我最大。你是跟哪个上峰联系的？又是谁告诉你的？不用理会我的意见呢？你通常嘴里挂着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进了审讯室，过了刑，还能自圆其说的，才是可敬可佩的。来啊，把赵维如给我带进来。你不用害怕，有我在，没有人敢对你怎么样。向王老板如实汇报。是，我跟娘都是郑先生派到电信组直接监视赵维兰的。我们熟了以后，相处得很好。久而久之，我知道他跟童先生经常发生矛盾，而且每次争吵的原因都是因为赵维兰欣赏郑先生，而让童先生感到不开心。于是赵维兰跟我透露他想跟童先生离婚的想法。可是他不知道，早在童先生刚来到奉天的时候，郑先生就派我跟踪过他，他的睿智和风流倜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看出来啊，隐藏得够深的，颇有把你当成妹妹，什么话都跟你说。王老板，我请求回避。不用。是。在我知道赵薇兰要与童先生离婚的那天，我就犯下了一个女人都会犯的错。那日刚好郑先生给了我一片氰化钾，他说我应该知道这片药对我来说的意义。我当时真的很害怕，就想找一个更大的保护伞。就在这个时候，赵薇兰有意图要发电报，她婉转地告诉我，这是为了一个党国的计划，而且事关王参谋您的声誉。我当时都听懂了，可是就是因为女人的一点嫉妒心，一时糊涂了。赵薇如，我告诉你，就算有一天薇兰弃我而去，我童子清也不会再有第二个女人。子清，冷静。后来呢？后来到了早晨，我给郑先生打电话，我隐瞒了整个事情的真相，是因为我想借此机会除掉赵薇兰。对不起。下去吧。王老板，这不能够啊！这不要再说话了。赵科长，受罪了。应该的，都是为了效忠党国吗？了解。事发之后，赵科长主动回到这里，第一时间跟两位负责人通报了事情的真相，是那一颗无愧之心才能有如此担当。而郑天明的警觉心，也实乃我党国精英之表率，所以没有谁对谁错之分。这个事到今天为止，所有人的责任都不追究。至于三位，我衷心的希望以后把私人关系处理好，不要因为一个人的误会而耽误个人感情和日后的工作。哦，对了，监狱暴动之后，我们担心的那些事情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所以电信组的工作明天马上结束。还有你赵科长，明天可以回到这里上班。是。那么今天就到这儿了。
郑先生，通过这件事情，我想你我应该加深了了解。正所谓，不打不成交。正是正是。郑某，先行告退。殴れ！小橋君にお祝い騒ぎですから気にするな。皆さん、よう聞け。本日ダブルハッピーでござる。発表します。私島というやつは、後日池田さんの美しいお嬢さん池田桜子さんと結婚します。式は3日後行い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すごいすごい。乾杯！乾杯！はい。川島さん、お願いがあるんで、きっと許してください。婚約者なの。好きにどうぞ。中国人の方式で、とづきたい。さくろ！我々は、素晴らしい。大和民族でござる。なぜ首脳事業の指揮しなくていないんですか。母の最後のお願いだから、ぜひ許してください。なるほど。恐れ入ります。よし、飲め飲め。先走了啊，再见。啊，好的好的，再见。蔚蓝，要不然我们去伺候点收拾一下东西吧，反正那边也撤了。也好。蔚蓝有消息了。对，蔚蓝没事了。真的啊？太好了。哎，您怎么知道的？我是看着他出来的，表情轻松，看那样子是没上过刑。那你没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哎呀，当时他身边人多，也不方便说话。总之，这场危机算是过去了。我得去看看他。你先别着急，以后去看他的机会多的是，你现在去恐怕会给蔚蓝带来没必要的危险。再说你知道他在哪儿吗？我知道啊，二马路那个四合院嘛。我听他们说了，远洋已经撤了那个点了。
现在薇兰啊，又回到童子请假了，知道。行吧，我得把薇兰平安的消息回去告诉老杨一声，那我先走了。告诉你个好消息，薇兰阿姨没事了。记着啊，以后她来。 一定要给他开门，好吗？慢慢走啊，慢慢走，慢慢走。哟，您几位，里边请，里边请。老板，我不吃饭，我就是想问问您，您知道怎么联系赵原来的老板吗？原来的老板，您说的是李大山吧？李大山，是不是留着小胡子？ 我还以为会很乱。快点上楼休息吧，昨天一晚上都没睡。你不也一晚上没睡吗？只要你能平平安安的回来，不睡觉算什么？子清，谢谢你。只要你别误会我就好。如果你也没误会我，就更好了。我当然没有。其实你说的对，要不是你给工党发电报。 这么晚了，你跑到我们家来干什么？你不是也经常坐不速之客吗？是吗？我是来找薇兰的。好啊，请进。进去就算了。薇兰，有人找。没事吧？我没事儿。 还有事吗？我没什么其他的事儿，我就是来看看你。那你现在看到了，我挺好的，你可以回去了。你说什么？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大难不死，都是子清的功劳，所以我欠他一条命。 子清，不用去买吃的了，我给你做饭吃。赵薇兰知道，自己如果在这个特定的时刻对张北太热情，会深深的刺激到童子清，甚至引起他的情绪失控。那样的话，他不但会做出对张北不利的事情。
甚至有可能影响到赵薇兰的潜伏任务，所以他故意对张北十分冷淡。但是张北并不知道赵薇兰这么做的原因，他的心中感觉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寒意。私は帝国軍人だ。なのに娘一人守れない。お父さん、これから周りにお世話できなくて、どんなことあっても父さんの最愛の娘です。これから何事も一人でしなければ、帰りたくなったらいつでも帰ってきなさい。ここはお前の家だ。ちゃんと自分を面倒して、そして体が良くないし、いつも怒って、薬を食べるのが忘れないで、ちゃんと食べてね。あ。家の下地は勝手に機械しないで、あなたのことをすべてわかりますよ。そうだ、より子のことを上手になった。暇な時に彼女に好きな曲を弾かさせよう。お父さん、こうしないで。こんなだったら私は安心できないよ。娘を呼び出す日中はみんなこんなものだ。笑ってくれ。そんなことない、もちろんないです。はあ、私は少し疲れた。帰って休みなさい。休んでください。先に失礼。张北，我走了，永远地远离了这个到处充满硝烟的世界。没有什么不舍，却有一丝留恋，留恋曾经的童年，或者说留恋那个有你这个伙伴的童年。战争把一切的美好彻底摧毁，也把人的命运彻底改变。我没有你和赵薇兰那么坚强，所以我想到了逃，逃到一个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的地方，哪怕它是地狱，我也不会害怕，因为那里没有阴谋，没有逼迫。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你，也不知道这封信你是否可以看见，但是你却是我临终前唯一能想到的人，想说说话的人，一个最让我放心不下的人。别了，亲爱的张北，我想我的尸骨会被埋葬在中国的土地里，那样我就下辈子会身为一个中国人了，只有这样你才可能会接纳我，对吗？我的人生中最后的衣服已经选好了，你看见一定会喜欢，就是我说过的大红色的凤冠霞帔。我会带着和你拜堂的美梦离开，
所以我一点都不怕。最后，你记着，欠我的，下辈子一定要来还。张英子，绝笔。丁楠，丁楠，小姐，丁楠，你今年多大了？二十了。二十，比我小两岁。你从什么时候到我家的？我从六岁的时候被池田大人捡回来，就一直伺候您了。那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你？当然可以。这封信。明天早上，你一定要亲手交到远洋贸易国际中心的赵薇兰小姐手里。记住了，是亲手。知道了。还有啊，这件事情不要告诉给任何人。那老爷呢？任何人都不可以。明白。去吧。是。赵科长，这有你一封信，谢谢。张美，你怎么来了？昨晚我就来了，在这待了一宿。嗯，进去说。赵科长，刚回来就要出去啊？我正想去找你呢，什么事儿？想跟你以茶代酒，共庆你我躲过一劫。好啊，不如我们把赵薇如约上吧。
正好你们姐妹俩能叙叙旧，然后把之前的误会解释解释。好啊，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刚认识她的时候我就说过我很喜欢这个姑娘，如果我的科室里有这样一个人才就好了。难道赵科长就不怕？姑娘家家的，看到我先生这种风度翩翩、事业有成的男子，有点爱慕之心也是情有可原的。赵科长果然是大度。等王老板回来以后，我跟他申报一下，把韦如调到我们这个部门，配合你工作。好啊。哦，这个档案你今天整理一下，一定要整理完哦，然后交给我。小姐，你真好看，像樱花一样美丽。再美的花儿，长时间经过风吹雨打，也是会凋谢的。川岛先生一会儿看到您这个样子，一定会特别高兴的。对，我要给他一个惊喜，而且是一个超大的惊喜。你先下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是。真的吗？真的。你小子是不是觉得人家冷言冷语的你不舒服了？我没有，没有。你以前不是经常会这样对待赵薇兰还有那个英子姑娘吗？
张梅啊，你想没想过，赵维兰虽然回来了，但是并没排除危机。我想那个童子清呢，肯定也是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才把他毫发无损的带回来。弄不好啊，那个童子清可能还会再次审问赵维兰呢。真的？我说的是假设，但是有一点，维兰对你的感情从来就没有动摇过。我相信你心里这一点比我还清楚。还有，我要是个女的，就你这小心眼的劲儿，我都不理你。哟，老杨同志，老杨同志，杨大哥，哎，张北啊，我正有事情跟你说呢。您说，老铁说上次你救的月红姑娘想参加抗联，对不对？对。这样，山里的同志正好下山，趁这个机会把她带上吧。这是好消息，我现在就去告诉她。别告诉杨大哥。知道了，下个爷们似的啊。坐。什么事儿神神秘秘的？小孩子耍性子。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本日お父様呼ば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どうぞ。こちらにイナゴの動きについて、あいつの成功また失敗、まれ俺との関係はすべてそこに記入してある。この記録が一人の動きを確認したわけねば、まずあいつ以前の動きの流れを把握しなくてはいけない。と申されますと、すでに見通しがついていると。覚えてるか、イナゴは以前議論で脱殺力した。覚えております。しかしこの事件は特別なものではなかったような。特別ない？いいか、あれはイナゴ初めての目的は行軍じゃないんです。と言いますと？これから考えるとあいつはやる必要ないことをやったね。だがあいつの立場に変えるとわざと冷静をなくし計画乱れて、でもしなくてないことをやったんですよね。そう言いますと思い当たるところがあります。あの時あの男は確かある少女を助けるために。そう。